谁？你不该回来。又做噩梦了？没有。啊，你喜欢的桃花开了，今日陪你去赏花吧。好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东西送你，正好换上再出门。好。听说有种花叫玫瑰，盛开以后十分好看，你可见过？见过，确实好看，但不及你。当下没有玫瑰，就用这个代替吧。这是什么？我教你用。啊，你头上落了花瓣，我帮你去。这种主动的事，该由我来做才对。结下情人骨以后，你可不准爱上别人了。若你爱上了别人，他会告诉我，然后惩罚你。嗯，是你忘记了吗？哎，真是可惜，这是你该付出的代价。你是忘了我，还是爱上了别人？你给他下了什么蛊？你可知爱会让人多痛苦？既然爱了，就该没有保留。你这种没有心的人不会懂。我不想和你说了。爱是无保留，无爱是自由，能做到吗？情人骨不能，只是两个人会忘了彼此，但我可不要轻易忘记你。原来你爱上的人是你，那你也会忘记我吗？院里的桃花开了，今日陪你去赏花吧。今日陪你去赏花吧。该放下了。好啊，这位姑娘，